大家又翻到嚟 Pokemon 嘅究竟六宝石五啊，咁啊剪咗个发型啊，大家见到又剪咗发型啦，唉，呢一个系列咧经常咧变换呢个发型啊，好啦，上次讲到应该系打劲敌，但系唔够打啦，系啊，劲敌好鬼劲，所以我哋呢度入唔得啊？呢度入得我哋打呢度先，我哋先打呢个先，要升一升咧，因为劲敌嗰度好似六十几咧啦，已经我呢一度得五十几，所以系唔会够打住啦，我谂吓。OK， 哇呢、這个咁嘅水蓝队呢、這个基地啊，行咗几十次啊，已经我谂五十次都未有咁多啦，可能30次到啦，啊30次到啦，行咗都真系行咗好多次啊，因为通常咧呢、這个 game 啲人改版咧都唔会去特登改呢个地图，所以其实就要你跳，所以真系行咗好多次，轮唱啦，系啦，跟住就呢度啦，系啦，基本上都熟晒啦，哇，呢只应该赢到，啊，因为呢个系比较上物防偏高，但系特防低啦吓，系咪呢度？系，呢只系呢只应该用水超能力啊，定？系，佢好似水虫啊，水虫，所以应该用普通系会好啲，不过唔紧要啦吓。佢啲卅咧好易打啫，即系超能力啦。OK， 超能力啦，好多种超能力可以赢到啊 ，very good。呢个钢暴，哇，咁都打唔死，超能力得 ，PP 全补剂啊，嚟到呢度咁远，我拎埋。大师球啦，系咪呢度啊？大师球好似，跟住呢度入面，哇！呢、這个系咪板木啊？回一回血先，惊惊地啊！好，回血呢度，劲爽汽水，好呢度四副。水蓝队咁样接待客人，难得从关东嚟呢度倾生意，但系水唔同咧，睇嚟唔会嚟啊！见到你這個呢个咧靓仔做紧嘢，就谂令我谂翻起咧曾经令人讨厌嗰个靓仔，呢、這个就系个阿 Red 啦，讲紧。六十呢啊，穿山王，好，尼多王咁啊，尼多王系拍水系啦，都或者超能力，我哋用超能力啊，大地之力秒咗，护主犬，跟住用大火推啦吓，哇，大地之力，大地之力啊，未换血喎，地猛岩用唔到咩添，用唔到爆炸添，请亚王啦，踢开，哇扣好少喎、啊，咁啊死啦，扣得咁少点打？佢一只尼多王打晒我成队喎，得回埋只地猛岩先，一嚟唔可以用地猛岩，因为佢穿山王，其实可以唔使理佢。其实可以不需要理佢嘅，我发现。水之王，哇爆击喎呢下，呢只唔够打啦，我哋换只比较超最死啦。跟住地蛮岩嘅大爆炸，都扣得咁少阴功咯。穿着红嘅蛇身状，哇点会一下死啊？毒击认真咩？点会一下死咁劲啊？毒击，我唔明。拎埋啲嘢先，顽皮蛋呢啲唔要噶啦吓，绝对唔会用得到嘅精灵嚟嘅。水之邦，嗱呢度冇扣咗少少血都 OK， 冇乜所谓。跟呢度地蛮嘅大爆炸啦，或者系咯大爆炸先啦。OK， 而家用打雷黐线，仲要中到下，中到呢下好嘢喎。哇，仲要唔使死，死身撞喎。太过分啦啩，真系唔得，啲性格同埋啲努力值钱啲真系要练一练，要练一练会好啲啊！如果唔练真系赢唔到，我觉得。地震冇事，呢度就护主圈啦，跟住点啊？爆炸先，点解个打雷又可以中噶？打雷唔系70%命中嘅咩？佢好似用咗唔知两次定三次。一又中 ，A 打死，大针锋，
应该用火系或者岩石系啦，但系冇啊，要死嗰啲只 mega 进化毒击，应该输喎，睇个盘电视波先，唔得，哎，麻痹咗，但系都难啲啦，系嘛？水之波动，哇，似是扣都唔扣个血，点赢？直冲住 ，OK。但冇啦，佢仲有咁多只，我得普通技赢唔到喎，赢唔到喎，真系呢个可以唔使打啦，啊，绝对赢唔到呢一个，啊，现阶段系唔会赢得到嘅呢个。然后呢度应该冇剧情啦，系啦，因为头先传送咗出嚟，亦都触发咗剧情就话，可以过去呢度，啊，但系我就未打劲敌嘅，啊，即系未入得商场，啊，咁可以照打住先嘅，啊，因为呢度。打得赢嘅，啊，即系普通呢啲咁啊，街边训练家绝对冇可能难到我啦。点解佢有气场咧？点解会有雷电？雷电场地咁奇怪。照过去右边，系咪可以打埋超能力道馆啊？咁样，超能力道馆我觉得赢唔到啊嘛，有巨金怪嗰啲啊，有机会会唔会踢到唔要？是不是有巨金怪啊？这个位置，啊，大吾是不是有巨金怪？没有，咦，他挡住了的，这个看看先。你来挑战，刚刚有个绿头发告诉我听，有邪恶组织，如果管主前队阻止他们计划，浅滩洞穴，哇，这个洞穴我想说呢，如果你是玩以前玩绿宝石，你是绝对不会去到的，如果你不草图鉴的话。因为佢冇完全冇剧情，你都唔会知道呢度有个浅滩嘅，系啊呢度就系、是、里面好危险。道馆馆主入去啦，我喺外面咧阻止一般人入嚟咧，免扯后腿。里面有啲国际危险组织等离子团，我系收嚟自合众地区嘅，合众地区嘅其中一个劲敌嘅呢个系，同伙伴一齐嚟追踪呢一个等离子团嚟到丰源地区，睇嚟里面有啲不妙，你要入去帮手，呢、這个要打的。训练师实力不足就唔好过嚟搞乱荡咯，咁串嘅僆仔，我虽然赢唔到嗰啲咩劲敌啫，但系你都应该赢到嘅我。电器场地，咁我哋俾加超嘅十万就得啦。哇，好，即刻换只抗电嘅呢条友，护住圈啦。嗯，冇啦，呢只要死啦，冇办法。冇水技喎，点打嗰只嘢啊？穿越红先啦。你身状，咁你都唔使死，黐线！比加超十万伏特，呢只闪光啦，系都冇其他技可以拣啦呢只。哇，花野猴闪光继续用到死为止，跟住用二连踢电磁波，闪光二连踢，好屈机喎！其实闪光二连踢，闪光同埋电磁波呢个 combo。呢、這个组合太强，劈开，劈开，哇唔系啊嘛，点会结冰啊大佬，黐线啊，点会结冰啊？唉，原本应该赢到啊，点会结冰啊嗰、那个位？神通力，呢度换重换只，请教我，水炮唔紧要啊，俾打先。比加超嘅电磁波，点解冇中啊 ？D A 场地唔关事噶，零啊，俾人秒杀咗添，怪力，嗬，仲有落雨，唔怪得啦，我连呢个都唔够打，会唔会？水之波动，水之波动好似痛啲啊！其实要改天气会好啲咯，呢个时候有改天气，佢冇嘢水咁麻烦。穿咗红啦，黐蛇太一下水炮，一下水炮秒杀咗我。低能耐请教王都俾你打到半死咁滞。嗱，呢个时候就收走闪光，水之波动，水之波动。咁多血嘅呢？点解又可以？头先唔系冇血嘅咩？哦，没有啦，要死啦呢度，仲要打唔中啲尖石攻击，唉，太令我失望啦！哎呀，
睇嚟真係要练重啦，呢个时候要花啲少少时间去练重，开始真係唔係好夠打。水之帮我十八分。飞走先，有啲咩地方可以捉下虫咁咧？飞翻喺呢度先，我要捉啲劲少少噶啦吓。水系我谂甲破人蛙，其实要转一转啦。甲破人蛙可能，甲破人蛙其实都 OK 嘅，但系等啲技能呢招技太渣，水之波动。佢系咪有招技系一击必杀？唔系，用完一弯之后唔用得个招，系啦呢招咯，加龙水炮150系劲嘅，但系真系唔喐得。嗯，照学住先啦，系咯。水之波动因为实在太低攻啦，真系劲渣，但系又啊唔系，我有冲浪噶，系我有冲浪，可以用冲浪，比卡超都适合冲浪，犀利啊！我哋不如再试下打呢个劲敌啦，呢个劲敌真系好难打呢个劲敌。放毒钉，放两下毒钉啊，仲要我唔够佢快喎呢度，系咯，唔够佢快，跟住超能力又打唔死佢，真系阴功。比卡超得唔得咧？试下先。都唔得，都系凹痕。咁我系咁用电磁波去缓重，一出嚟即刻麻痹。OK， 我呢个谂法，闪光跟住我先啊，我先啦，系啦，龙之波动唔紧要啊，佢而家慢过我，跟住我哋用大火推，哇，佢都快过我，唔系话你会唔会太黐线啊？呢只嘢，地板牙咪大爆炸啦吓，哇，仲要唔死呢下好嘢喎！啊，系佢有只金刚星啊，一出嚟超级巨金刚星，真系赢唔到咁样。佢一直咁嘅超坏星出嚟，我就玩完啦。哇，保护食草，金刚星，加龙水炮，无击中，我连伤害都睇唔到有几高啊。其实有都系放毒啊，唔得喎，有都系放毒钉唔得。等下先，呢度电磁波先，跟住呢度十万伏特，再十万伏特，跟住再用电磁波。喂，佢今次唔用喎，佢今次唔换重咧，今次直接用滚水点解？今次，化石飞龙出嚟啦，咁我呢个时候就可以换只护圈出嚟，跟住教破人蛙，加龙水炮。唔得喎，佢星月和冇中到喎，哇！点解完全唔同嗰啲套路？太劲啦，挂啲 AI。啊，呢个时候正常翻啦，系啦，即刻出翻星月和。咁呢个时候就，其实可以直接出闪光得唔得咧？试下啦。OK， 麻痹，闪光，试下。OK， 换只护圈出嚟，跟住用希闹。再希闹，可以屈死佢啦，哇！OK， 完美屈死，呢个时候可以送死啦呢只。跟住我哋用甲破人蛙嘅加龙水炮，得金刚星、超坏星、比加超、十万伏特、十万伏特，地板岩嘅大爆炸啦！哇，都打唔死喎！真系太硬，即系超坏星呢啲真系做坏晒，呢啲全部都要改个性格，同埋仲要练个努力值咯，打唔赢。佢争一只咋？哇！佢咁样好屈机喎，佢只超坏星回晒血啦又。佢有几多只重啊？睇一睇先，系咪五只啊？四只啊？四只都有啲机会嘅。呢一度都系要 SL 打啦，我谂其实大部分如果打呢一个难度咧，大部分应该都系 SL 打，真系赢唔到啊！真系赢唔到，红之波动唔紧要，真气弹，
呢度嘥咗啲咯，因为头先可以用护主圈打得赢只蜥蜴王啊，会好好多咯。依家打唔赢有啲麻烦。嗯，弹动不得，好远。有啲咩好嘢可以用？冇应该。飞行属性呢啲冇用啦，啊冇乜用呢对，冇啲系关于战斗嘅用品啊。哇，战死！哇，好久啊，呢度即刻收重。唉，啲超坏星真系毒瘤嚟嘅。睇下当初任天堂放只咁劲嘅嘢出嚟，呢只其实都系用电打嘅。但唔得，我要留翻俾蜥蜴王。不过唔系，依家好难好难再用麻痹到蜥蜴王。咦 ，OK 喎，但系呢度唔够佢快啦，系咯，系咯，唔够佢快。地幔岩啊，大爆炸。咦，叶绿风暴佢用，咁有机会啊，有机会有机会。青蛙王，劈开。金光星同埋系啊，超坏星 OK， 碉堡好屈机啊！碉堡跟住放钉，跟住滚水咁样回血，黐线！点同你玩啊，朋友？射身座，射身座，哎，冇啦系嘛？要输啦，哎。但系能计我被击败，有冇搞错啊？咁样都计我被击败，我打赢咗喎呢度。黐线有 mega， 跟住又有超级巨，唔接波。呢只死咗啦。诶、欸，啊 OK， 中咗两下呢一个闪光都好啦。OK， 击中要害。穿着红嘅蛇身状，哇！点解逐慢过去啊？咁慢咩？我呢只真系一一一，哇！咁快嘅比较超，呢只有啲呢只生唔生到蛋啊？好惊呢只生唔到蛋，呢只好劲喎，速度有啲强劲，黐线输咗啦呢度，我得翻一只重，点打金光星超坏星啊嘛？呢只比较超真系要留一留。嗯，电磁波啦，冇中，玩完啦。好啦，我睇嚟要搵一日时间去练一练重，可能开直播去捉精灵同埋练重啦，系咯。因为同大家倾下偈啦，顺便好啦，咁啊今集时间就嚟到呢度先啦，短短地咧，咁就因为推唔到进度啊，而家系啦，咁啊今集时间嚟到先，下集再见，各位拜拜。